帮我涂个唇膏。 观众朋友们，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我被 MBCC 抓获的完整印象了。新闻时间到，准备好，要一起上电视喽！新朋友、老朋友，是你们的记者好朋友，在我身边的就是鼎鼎有名的 MINOS 危机管理局局长了。哎呀，别害羞啊，局长，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摄像机就位。